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 UP 主自己的 GTA 线上的角色的衣服搭配啊。这个露背的小裙子是怎么来的呢？啊，很多朋友呢都很好奇，而且想知道怎么买到这套衣服。好的，首先呢你需要来到这间蓬松精品的服饰店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到这里选个漂亮的蕾丝。接着来到这一边啊，分类选择洋装，最下面就可以看到这些有带袖套的啊洋装，那么呢随便买一个就行了。在这里呢可以选个漂亮的小单鞋啊，或者你穿高跟鞋也是可以的。好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第一套服装，就是这个黑色的长裙洋装啊，还是很漂亮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待会呢，我们还要去赌场一趟。接下来呢，来到流行眼镜这里啊，我的眼镜是在这里面买的。You should try it on. 最后呢，来到赌场内部的服饰店啊，也是在洋装分类，你就会看到这些漂亮的小裙子啦。那么呢，手套的话是刚刚那个蓬松精品服饰店的手套，所以说就两套洋装混合在一起，就组合成我现在的这一套。那么呢，还有什么耳环啊、项链啊什么的都可以在这里买。好的，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哦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